好，各位同学，好，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啊，大家都在这边，然后我们都知道啊，今天是什么样的活动，那我们就不多说废话啊。那首先我们先来个热烈掌声，我们来欢迎一下两位的来宾。好，那今天是就是我们学校历年就是都惯性的活动，就是真人读书会啊。那我们今天请到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人物，唐凤唐委员啊。那当然。我要先介绍一下，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大家长啊，我们的校长江淑龙校长啊，他非常的力挺我们的活动啊，好，大家也可以掌声一下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啊，时间宝贵，我们就把时间直接交给我们的委员。那各位同学有看到上面的那个 slide， 是我们之前有训练过啊，所以同学可以拿平板拿手机出来，可以贴上面 QR code 啊，扫了以后你也可以直接提问啊，那同学等一下就会直接。会其实选择你们的问题来做回复，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各位，谢谢你。好，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今天跟大家分享。刚才有跟校长就是讲一下说，因为我其实已经打了定针疫苗，然后已经过了十几天，所以抗体还好。那跟旁边现在有没有保险去预测，就先把口罩拿下来。那如果大家扫得到的话，或者扫，那如果扫不到的话，也可以手动输入这个网站 slido.com，然后再输入516保护型疫苗。那不管是输入网址还是扫描以后，都会到一个整理的模式。那这上面已经有之前大家都提问单体的问题，大概200个问题，199个问题。感谢老师，好像把10000多字全部的手动提进到这个系统里面。那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如果你现在回答就问他还有在，那就是拉到一个很好的时间了。那如果要数据多的话，现在你没有问到，他就会送到最上面。那最上面就会最先回答。那因为我们大概只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所以这小时势必不可能回答到200个问题，老师跟大家说抱歉。那但是要回答哪些问题，完全是由大家来决定。那如果刚好没有带手机，或者是没有平板，或者是网络连不上，或者是不太想要打字的朋友，那也很欢迎举手。举手的话，老师会帮我们麦克风嘛，数位麦克风，数位就是好几位的意思啊，至少目前有两位麦克风，所以举手的朋友就会有麦克风，那也可以直接用麦克风来提问。那我们就是想是能够回答到多少我的水准这样子，那 OK 吗？ OK， 好，我们就是举手。就是我们想要知道说，为什么我想要担任政府的工作？我自己是在2014年年底开始跟许建元的团队合作。那个时候呢，是因为我在2014年3月的时候，有帮助一群人，叫做大湾运动的人，他们去占领了立法院，他占领了3个星期。为什么会有一群大学生跟一些民间的朋友去占领立法院呢？因为他们当时希望说，跟整个社会的人一起来讨论，我们跟北京要签的服务贸易协定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哪一些事情。那因为当时的立法院并没有很实质的进行讨论，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哎，好，他们罢工嘛，投票选出来的也有罢工，那我们就作为这个人民党其实主人嘛，我们就直接去议场去做他们本来就是你要打算做哪个工作去进行讨论。那但是在大湾运动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它并不是只是示威而已，不是demonstration， 不是 protest， 就是不是抗议而已，它是 demo 就是示范的意思。就这个示威，它是示范说，哎，我们如果有20多个不同的 NGO， 那我们来讨论一个关于服务贸易协定的事情。好比像说，有人讨论说，当时在做4G 的无线网络，那这个无线网络如果有这个连接方面的一些，就是产品啊，在我们的网络设备里面会有怎样的疑虑吗？或者是说有人讨论跟劳动权利啊、跟环境啊、跟教育啊各方面都有可能被服务贸易协定影响，所以我当时就是帮忙不管是站里的朋友，或者是在街上的朋友去做直播。那直播呢，又有人帮忙打成逐字的记录，那又有像 Slido 这样子的软体，要是一面直播，大家可以一面提问。所以经过了3个星期之后呢，大家就越来越凝聚关于这个服务贸易协定的一个共识，那到最后就产生了一些共同建议。那当时的王金平立法院长后来也同意了这些共同建议，甚至是很成功的，就是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件事情，就讨论出一个不错的结果的一个例子。那因为呢，
Mentor 青年顾问，类似践行上，但是都是顾问的这个角色，去带领那个队员，就是时间的同仁，一起去想说，那未来有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可不可以不要都在那里讨论？有没有办法说用类似像我们 Slide 这种讨论平台的方式，一起来让社会上面可能受到影响的人都能够在线上形成出一些共同的方法？那为什么我会担任这个工作？也是因为说这本来就是我研究的主题。然后我从1995年创业开始，就是在研究说大家在网络上面怎么样子达到彼此信任，怎么样能够一起来创作，而不是只有彼此这个呛虾、彼此打脸啊等等的这些状况。那我研究有一些心得，所以就很高兴说我们是大家的大学前嘛，让我全职的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那到现在已经4年多了。希望能回答到这个问题。我第一个问题通常都会回答比较久，因为希望让大家有投票的时间。那看起来是蛮奏效的，大家看起来都已经进入这个系统。有33个朋友按一个多点赞，有一位7228，这位朋友们说，对于自学这个方面是怎么样子自律，怎么样子不受外界干扰，非常好的问题。我自己在找到一个想要学一件事情的时候，通常都是先找到群员，然后这群人怎么样子学，我就加入他过去。好比像说，像我当时就是想要学一种新的语言的时候，像我的英语，我英语其实是很晚才学，我1994、1995大概13、14岁的时候才开始学英文。在此之前，我11岁是去德国，然后在德法已经学一点点德文、一点点法文，但是我英文是非常不好，然后英语的发音更是就是完全是用德语的那种方法来讲英文，英语当然讲是那样子一个状态情况。那所以呢，我想要学英文，我怎么学呢？我就是去找到一个叫做魔法公民会 （Magic Theater） 这样子一种纸牌游戏，当时还没有像游戏网吧等等，就是当时是最早的一个机会是纸牌游戏。那当时这个游戏绝大部分的人都很难讲中文，所以呢，我就是必须要学英文，而且学的就是很困难的。光是一个感情咒语，就有大概5、6种不同的英语的讲法啊，什么 admiration 啊、abundance 啊、discipline 啊什么之类，那这个都是用大学程度嘛，像是研究所程度的这个词。但是我因为是喜欢玩牌嘛，所以我就会整天去跟这些朋友们去打牌，那因为打牌里面就学到了这些词汇，就是像是有些人刚开始学的日文或者学英文，它是被那个宝可梦的各种各样子的名字啊，是一样同样的道理。那所以因为也不是一起学，所以就不会觉得说外界是在干扰，因为所谓的外界就是跟你一起学这些事情的朋友。那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就是不是为了学英文学英文，是用英文来学怎么打麻将英文。那这样子的话，其他人去比赛的记录啊，他怎么组牌啊，怎么打牌啊等等这些，我是完全就是浸润在那个游戏里面。透过游戏，语言只是我掌握这个游戏的一个工具。那这样子学语言就是不快，因为我不需要去担心说好像我违法这个不完美。那我们在聊天室里面整天就是在那边瞎扯，所以我现在就是主要的英语或者英文的词汇都是说，哎，不管讲什么，我都可以就是回应，就跟他瞎扯。本来就在聊天室里面一句一句的那样一个语言环境，去学会的。那这样子的话，外界就不是干扰，而是帮助。所以找到一群人，把你感兴趣、想要学的那个东西，也当做了你的兴趣，还有我们共同的目标，是我们通常学习的方法。如果没有这样子一群人的话，其实你也很难自己去学什么崭新的一个东西。那下一个问题跟这个有点关系。他说：“请问我们找到未来的目标以后，想做的工作，像是在高中的时候需要选不同的组，或者大学要选系吗？如果到高中的时候还是像自己喜欢的事，要不要怎么样子面对啊？”那这个问题问完就问错了，因为我从来没有过高中，我是国内就辍学了，所以我不知道到高中或者到大学要怎么样啊。那我只能用我自己的经验跟大家分享。我在国二辍学的时候，我是遇到我当时的校长，那校长非常聪明。杜校长，我是跟他说，我现在想要研究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人在网络上那么快会彼此相信，又那么快会彼此不相信。但这个事情呢，不在我的国中的教科书上没有，其实连当时大专的书里面都没有，根本还没有网络社会学这门学问的时候，我想要天上已经有很多不同的星座，每个是一个不同的组、不同的系、不同的学门，可是我想去的那个方向，并没有一个星座，没有一个学门怎么对，所以我就必须要。
要从工学一点、西学一点、社会学了解一点、哲学了解一点、语言学了解一点、互动设计了解一点，什么要学？那在每个学的部分，就是回应我想要关心的那一个研究问题的那一小部分。当这个方向附近的星座各拿两颗星星，按凑成新的星座这样子。那后来我的校长听了这样子讲，然后我看出我在网络上有很多类似兴趣的研究学者，都不知道我才14岁嘛，就直接和我 email。那所以他后来就觉得很放心，他就告诉我说，啊，那从明年开始就要来这个我的学校了。那教学人员他帮我去打招呼这样子，所以意思就是说我在国三，除了断考有去，然后都交考卷之外，我国三基本上是没有去过那个学校。所以其实这样子的概念其实蛮简单的，就是说如果你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子的事情，那像我当时至少我知道我喜欢跟这一群人做这个题目，像个叫做社会是这一群人会，那我要挑什么样子的题目来做，这样来比较不是重点，重点是说我很enjoy，我很开心跟这些人一起来探索一些未知的一些事情，做出一些新的线上的空间，像 Slido 这种空间，我们当时试着写了很多类似的东西哦。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虽然我还是不知道我的未来目标是什么，或者我想做的工作是什么，但至少有一群好朋友，而这群好朋友我可能14岁，可能19岁就认识了，那我们就可以一起长大，然后一起去制作这些线上对话等等。那我也这次对对话机器人很着迷，因为对话机器人可以非常优雅去引导一个人的思路，就是因为他问你，他居然回答不出来，他可以帮你去找搜寻引擎啊等等。那跟我一起开发这个对话机器人，在网络上的朋友在19岁、20岁就认识了。那到我大概2010年嘛，就是我快30岁的时候，那他就有点一些通信来说，他就不见了，很久没有联络了。他在苹果公司开发一个新的，他们当购物品牌，就叫 Siri， 有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但是他想要去念博士啊，去念语言学博士，但他的这个团队目前没有人带，我可以暂时到苹果，就是帮他带一下。所以你看，我也不需要去面试，我也不需要投简历，就是因为说，哎，我19岁开始到24、25岁都跟这个叫天乐班走了，在网络上面去写对话机器人，那所以他完全知道我的能力在哪里，或者是他如果要去念博士需要人带的话，学习的过我的管理能力啊、组织能力等等。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就不是说我想做什么工作，而是我现在到了20几岁、30几岁，我今年40。还是一直在跟这群我从14、15岁就认识的这些朋友一起跟你做，就是我们不管每个人现在在哪里做什么事情，还是可以彼此互相支持。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一群人一起面对，不是一个人自己去面对，这个是最重要的。那有813D 让这位同学也会说，这是这个学号还是什么？说有许多人在舞台外上遇到失败，也经常有自我怀疑的想法。请问你是怎样面对这样子的挫折？是不是可以讲一些失败的经验？当然可以。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会觉得失败，如果是你能够分享出来怎么失败的，那其实它是一个邀请，就是邀请我们说你请你来啊，就说如果你觉得说你在这个失败情况下你可以做得更好，那你的建议我就可以从中学习嘛。所以我想到说这个万事万物都有缺口，缺口就是光的入口。那大家都有戴口罩，所以我就讲一个跟口罩相关的例子。我们在去年2月6号的时候，有推出口罩实名制，大家可能还记得是各位的家人会拿健保卡去药局排队，那时候还没有便利商店啊、网购也大家都买不到口罩的那小段时间了。那段时间呢，在民间有一些朋友们做了一个叫口罩地图。口罩地图就是说，他透过像 Google Map 这样的地图，可以让你看到附近的药局哪些有口罩，哪些没有口罩，哪些卖完了，哪些还有，这样子去排队的人就可以比较好吧。还有去排队就不会流通嘛，不会去已经卖完了，对。但在2月6号的同一天，那很多的药局呢，他发明了另外一个系统，叫做发号码牌。也就是他在早上，就是我们去排队的时候呢，他不是一个人口罩，是收了你的健保卡，然后还你的号码牌，然后说到下单或是拿客的时候，然后再回去拿着号码牌去换另一个健保卡跟口罩。但是在中午的时候去刷那些健保卡，来通知我们的就是卫福部的健保署说，有这些人要买口罩实名的认证等等。
但是呢，问题就来了，因为我们是靠他刷健保卡来知道他卖的是份口罩，所以呢，这边的口罩底部如果这个药局有发号码牌的话，看起来就是他整个早上都没有买任何一点口罩，到中午都还卖光了。那这个第一个看起来就很像暗道，所以有一些药师就会接到这个电话，说为什么你暗道没有口罩？那二方面就是说，他整个早上都没有来扑空，那他就来了，来了之后发现号码牌都不发完，虽然他手上比如说还有，所以在我附近的药局哦，就用他的 A4 的纸贴在他的门口的玻璃窗上，他说不要相信盖，尽量好好。那所以我看见我自己一张 A4 纸，所以这样很大的字。那所以我当时就想象说，哎，我出门，我看到我附近的药局，然后说不要相信 App， 尽量好。那我不是就是非常的挫折，但是当时非常失败的一种感觉。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不知道什么是上路的第一天。那到了第二天，那我就去稍微强化一下自己的玻璃心，然后就就是算干净那个贴的 banner， 然后还是走进那个药局，然后呢赶快去买点冬虫夏草什么的嘛。然后就在结账的时候，这个就问药师说，哎，为什么你门口贴这些就是很好啊？那我后来就跟他道歉说，不好意思，因为这个口罩给你造成这样的麻烦。那但是如果你是我的话，如果你是他的话，那你要怎么办？那所以这个其实是把失败或者是挫折换成说，哎，问题现在可能他们要怎么办？那事实上，药师他们自己也有群组，实际上有什么年轻药师的一个工会什么的，但是他们就不讨论了。所以一开始他们跟我说，应该是在地图上面把它分成南华台十段跟啊国桥十段，我们就这样做，啊就缓解一部分。但是还是没有完全解决，所以他们后来还可以在那里。为什么？因为他就算说他从早上7点到9点发号码牌，他8点钟就发完了。那所以8点到9点还是有很多人说他暗道，还是有很多人扑空哦。那其实说把他空的时段稍微整理一点。那所以后来呢，我就在经过，然后再问他说，那我们还可以怎么做？那后来呢，我就想出一个办法，就是说，哎，他有一个进货的一个界面，他只要签下一个符号，说我现在付钱片口罩。那这个呢，就是像白猫黑客啊，就是系统跟他输入复数，所以他只要说他先付这个钱片口罩，他马上就从地图上面消失。那所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他跟我说不要跟钱片口罩。但是当然就是说，哎，那民间有这样的做法，我一方面道歉，二方面就好，那我们下礼拜四系统一更新的时候，马上就帮他加上一个按一个键就可以直接在当天就从地图上消失的功能，他就不用自己再输入复一键，然后最后帮忙再加整一键哦，这样的做法。所以在那样子的想法做出来之后，哎，那个门口那些 A4 纸就消失了。消失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两个社会上的创新终于就可以很良好的在一起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我要不断的去说，哎，那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办，不好意思。那但是如果你是我的话，你觉得可以怎么办？那我看你造句吗？你请你来，只要你提出一个好的主意，那我们保证就下礼拜四，下礼拜四一定会把这个好的主意、更好的主意等等去把它实做出来。那到最后，当然我们就发现说，不管是药局的朋友，或者接下来便利商店的朋友，口罩实验室预购的朋友等等，到最后就在大概4月多就已经达到了75%的人都没有口罩的这个目标。那从那个时候开始，疫情就控制下来了。所以面对的方式其实就是说，哎，那你醒来，那不行还是我来了。但是我不行的时候，还是要再一次去问大家说，哎，那你醒来。好，那有51位朋友们说，哎，在声音在后面听不太清楚哦，可不可以扩大一点？有时候是麦克风的问题，是不是要换个麦克风看看？好，那老师说可以在后台共享，可以在后台共享。好，那在老师在控制音量的时候，我就哎，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非常宽敞，这样子的话有点吗？后头的朋友，这样子有听得到，有听得到。好，感谢哦。所以我们知道 slide 真的是很有用的，就是一下子就把这种程序动力哦、权益问题哦，把它解决掉。好，谢谢。那不过因为这场是有录影嘛，所以如果刚刚收音就是听不太清楚的话，之后应该会有就是收音比较好的版本也会上传到我们 YouTube 上面。再次谢谢提醒。有40位朋友问说，这个比较长，
科技可以让独裁国家更容易掌握人民的各自日常生活的分线，民主国家也可以创立假账号来进行拉票，在影响民向中，都有可能造成民主的没落。而您为什么还要推崇科技呢？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民主本身也是一种科技啊，政治科学、社会科学也是科学。光是 Slido 上面让大家可以按赞，那、可以投票，那、但是在这个投票的过程里面又不能够达到彼此的回应，那这个也是一种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让像刚刚就是收听不好的这种事情可以一下子就被提上来。因为如果你现在做后台，然后你刚刚听不太清楚，如果没有像 Slido 这样子的一种科技的话，那每个人都会想说，那我真的要当那个第一个举手提出这件事情的人吗？是不是只有我的位置听不清楚而已？我旁边的人是不是也真的听清楚了等等？但是像刚刚的情况，就是几乎是一下子，就51个人都反映说，然后排的人有这样子的问题。那所以对每个人来讲，指出这件事情，它的成本变少了，那风险也变少了，也就是说比较省力，比较安心。那所以这个就是科技，但是它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自然科学啊、产业基础啊那种科技，而是是社会组织在一起，让新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更容易快速的来应变的这种叫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群众智慧这样子的一种技术。所以我推崇的并不是说好像是语言要去配合科技，而是说我们推崇的是说每一个科技它在应用的时候是来配合我们现在现成的这个需要。所以像麦克风这种科技，它是让一个人讲话大家都可以听得到，可像 Slido 这样子的科技是说大家在我拿麦克风的时候不会因为我拿了麦克风所以大家就不想举手或者是不敢讲话，而是说在同时大家53票、50票、37票、200多题可以同时的发生，那这个也是一种达成民主的一种技术。所以民主并不是只是说好像4年投一次票、2年投一次票而已，而是任何让大家看到新的状况，然后告诉其他人说，我们应该用什么新的方式反应的时候，都能够及时做到这件事情，这样子就是民主嘛。那当然就是他在独裁的国家，当然很多时候 AI 并不是 assistive intelligence， 不是辅助我们的智能。在很多的独裁国家的这边 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就是威权嘛，就像我刚刚讲，我们用 Slido 的方法是让发言权更平均的分散到大家，但是也有一些威权的国家，它是把本来有的一点点发言权，那透过像前面讲的脸部分析啊，一些维稳啊，像这个所谓的和谐啊等等的这些技术，而让它更没有发言权，确实是这样子。所以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说好像科技一定是好的，科技一定是不好的，而是说每一次出现，好比像说创立一下账号来带风向的时候，那我们就大家一起来想说，我们要怎么样解决这样子的问题。那确实也有很多朋友在开发解决这样子问题的技术。举例来说，像我们的趋势科技，趋势科技是台湾一家很大的防毒软体的公司哦，他们就有推出一个叫防诈达人。防诈达人呢，就是一个 LINE 上面的一个机器人，你只要把它邀请进你的聊天室或者跟他私讯，那他每次看到看起来像是在带风向的，或者是假账号，或者是现在有些 deepfake 就是合成的一些影像，那它其实是诈骗，或者是卖一些什么假药啊什么之类的的时候，它就会立刻来提醒你说，这件事情其实不是这样，只是一个诈骗，请千万不要这个就被管啊或怎么样。那所以这个情况之下，等于就是用群众的智慧，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回报给防诈达人，现在 LINE 上面都可以你看到一个讯息，然后按着不放的话，就可以把它检举作为垃圾诈骗讯息嘛。所以只要有足够的人做这件事情，那有假账号、有带风向等等的情况，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公开的方式让大家知道说，你现在真的有这些问题了。所以事实上，LINE 它自己本身就有一个叫做LINE 的一个医药版。那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它是只有在台湾这边才有的，LINE 在其他的国家里面目前还没有推出这样的东西，就是因为LINE 在台湾有足够多的使用者，就是相当的见义勇为啊，愿意来举报嘛，然后愿意来举报这些讯息，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那我
我们目前这个 content 的这个话题是什么，然后他就会找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啊，这个蓝图九组织啊等等的这些，然后去这个澄清啊，去辟谣这样子。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加入这些审查的工作，那就是不管是检举也好，或者是自己去找这些审查的中心啊，然后就公司真的假的啊，有骗啊等等这些去加入，那大家就可以进入一个类似像维基百科，是去编辑关于开放知识的百科全书。那这些朋友就是不断的在编辑说，有家长或者带风向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回应，怎么样子去反制？那所以并不是说去下架，并不是像我刚讲的一些集权的国家说，哎，这个讯息传播是不可以，不是这样，而是说我们在传播之后，外面会加上额外的光说，哎，这个已经被查核是一个问题的。那这样的话，每个人他的素养就是他了解这件事情之后，又重新传播的这个能力就变强了。所以我们是透过这样子 pro social， 就是所谓亲社会的这样子一个方式，来处理民主国家里面可能出现 anti social， 就是反社会的这些科技的一些问题。所以科技当然是会有问题，但是解决的方法并不是我禁止这个科技的使用，而是说在使用的时候大家都可以见义勇为的去做出一些我们叫公民科技 civic 的，然后知道，然后去处理这个科技它不利于我们社会的地方。那有54位朋友问说，请问对伊林巴克党有什么看法？我是伊林巴克党的科法会的委员。那在当时就是总纲，然后一路到伊林巴克党审议的时候，我的看法大概都很公开的，这个放在我们一个叫做 Savings 的网站上。Savings 是这样子一个网站，就是我担任政委的时候，我开的每一场会议，如果不是有影响，像今天的录影的话，就是有像这种逐字记录，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我开了1600场不同的会面，有跟6000多人讲了32万9930句话。那所以我每天每天的工作，那大概都是透过影像或者是文字的方式。所以如果大家要知道我在科法会扮演什么角色，或者是说我对英文会有什么看法的话，那其实我所有的发言啊，这个都这个去信息的放在这里。那在当时就我第一次参加科法会的时候，那个科法会院长当时是方兴洲跟我嘛同时加入。那我当时就有一个提案，这个提案就是说，我们在科法会里面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用 Savings 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去公布给大家知道。那当时为什么我会提这个案，就是因为就是按照科法会院长的说法，这是一个慢慢学习的历程。为什么要开始这个慢慢学习的历程，就是因为当时有所谓的反黑箱课纲的这个运动。那反黑箱课纲运动在讲的就是说，以前科法会在审理这个各种不同的课纲，就是课纲等等的时候，其实只有结论没有公开而已，中间的讨论的过程是谁讨论的等等都没有公开。那当时呢，因为这样的关系，就有很多高中生不希望就是有这样子的方式去进行科法会的讨论。所以不管是科法会还是课审会，当时主要的贡献就是说，那是不是我们让不管是来抗议的、来申请的、反对的、赞成的任何部分，至少能够先对焦，就是对科法会真的在讨论的那个部分来进行讨论，而不是每个人脑补对2年前的、3年前的谁放了什么话啊等等的讨论。那到后来课审会也采用我们这一套叫做激进式透明嘛 ，radical transparency 这样子的一个系统。那透过这个系统，那大家就知道说，谁都这个不能够自己擅作主张。那我们科法会院长当时也说，可以接受全民提供意见嘛。那作为主席，那不能也不可能擅自做结论，因为有这个整个社会来一起监督。所以后来采用课审会的，包含学生代表的参加或者是家长各界人士的参加。那就算不是委员，他也可以立刻看到委员上一次讨论正在讨论什么。那这样的话，他就会比较容易凝聚成共同的价值就不会好像完全是这个对决是可以针对对话这样。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欢迎就是回去再看一下历史。但是现在当然伊马可能已经上路了，那所以我的工作没有过度导向一波啦。所以我的工作往往其实只是说，在伊马可能在一开始还不知道能不能形成的时候，给他更多的社会的支持。那现在既然已经上路了，那很多大家了解到，其实是每个学校的科法会自己对于不管是加深加
餐馆，或者自主学习，或者是校园选修、选修等等的这些，是交由每个学校自己来制定的。我觉得这个部分当然也就是之前的一个发挥的贡献。已经在做别的，然后防疫啊等等的题目。有44位朋友响应这个就六位74位朋友的问题，说我身份证的性别按照目前显示无望，那更是世界上第一个跨性别的政务委员。那请问除了自我性别认同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含义吗？又或者性别这个词哦，给我什么问题啊，或什么启发啊？这三方的问题。我并不是身份证，我是在那个行政院的人事资料表，就是2016年去担任政务委员的时候，当时人事资料表上面呢，性别是一个栏位，可以填空，那旁边是党籍啊，这个栏位也可以填空，所以我就想说，看我两个都可以写我。当然在台湾的政务委员通常也都是没有党籍了，那整个内阁里面无党籍的比任何的政党都要来得多，所以无党籍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当然是。无性别是非常非常有趣。我自己是大概是23岁第一次性征期，然后24岁第二次性征期，那所以等于是两个性征期都没有发育过。那所以因此在性征期的时候会经历的一些不管是心情上面的、身体上面的等等这些变化，当然不敢说是非常完整的经历过，但是都有经历过一些。所以对我来讲，它的意义就是，我想到性别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个分别的感觉，我不会觉得说，好像整个人口里面有一半的人跟我比较像，体验比较类似，那有一半的人跟我体验比较不像，会有这种看法，我就会觉得说，大家都是这个现代智人嘛，大家都是人类社群的一份子。那这样子的想法，我也不是只放在性别上面，也包括像党籍上面。那刚刚朋友听到说。科华委员长啊，或者是2014年的时候，当时是张善珍副院长啊，等等来找我合作的时候，那蔡英文政委员啊，我没有特别觉得说，他是国民党，我就要跟他合作或不合作。其实张善珍应该是不当心。那后面的这个林春老师来找我什么，我也是太主当心，我没有特别想说他是民进党，所以我就要合作或不合作。我当时并没有觉得说，好像一半的党籍离我比较近，一半的党籍离我。比较远这样子的一种看法，那这个也是像举例来讲，像德国的一些记者问我说，那你会觉得说台湾民主做得这么成功，是不是表示说华人其实也可以做民主，而不是只有洋人可以做民主呢？然后我就说没有，台湾做得这么成功，表示现代智人只要是人类啊，都可以做出为民主。那同样并没有分成什么华人、什么洋人、什么这样子的差别，这就是全面的嘛，就是在脑子里没有。把整个人类社群分成跟我像的人、跟我不像的这种分法，大概是这样的差别。9317这位朋友们跟42朋友问说，我们中立国状况并不是很猛，跟你这样优秀的人物基本不会有交集，然后不是做合照的吗？想请问你是什么通过什么管道接触到中立国状，又是为什么愿意到这么演讲啊？当时应该是老师有写一封 email 来，然后说好像这边要做一个采访的一个活动，然后希望能够到台北来采访我。那因为疫情的关系，还有因为我的时程的关系，那我的助理就回信说，虽然采访没那么容易排，但是呢，因为像我今天是搭高铁，本来是从台北到高雄嘛，所以我中间就算去高铁稍微下车一下，然后在这边也讲一个小时，我再来台北去搭高铁，然后再到高雄。所以对我来讲，其实这是我工作的行程的一部分，我没有特别觉得说好像是用。是没有，因为我的工作之一就是青年参与。青年参与就是想要知道说，现在的年轻朋友怎么想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那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演讲，又通过录影，然后又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再看到更多人的留言啊，这个就是我让大家的新的想法或者是关注的事情。那可以一下子就让比较丰富嘛，就是让比较多人知道这个方式。那所以这个我觉得有名不有名是重点。我们通常只是看说，那我今天来愿不愿意提供录影，录影愿不愿意公开出来，公开出来愿不愿意接受其他的留言啊、评论啊等等。那这个才是我在意的事情，就是这个开放性。那但是除此之外，其实并没有任何别的考量啦。那通常如果是，如果只有5个人的一个班级邀我来的话，我会
稍微劝说一下，说是不是这样很多的班级一起来参加，因为毕竟就是一次如果能够听到很多问题的话会比较好。Slido 其实五个人的时候没有什么好玩，还不如传麦克风啊。但是像现在就是没有两百多个问题，那这样的话我就比较知道说45票、42票这个感兴趣的可能一定是比1票、2票的多嘛。那1票、2票但是当然我也都没有很认真的会在高铁上都会看，所以我大概就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安排一点这样的行程。那有42票问说，我该如何把自己的时间控制好，不会在学习的时候玩手机的？好的问题。我自己的经验是，我用一个叫做番茄钟的方法 ，Pomodoro Method。那这个番茄钟其实讲穿的也非常简单，就是认真25分钟，然后就耍废5分钟，然后再认真15分钟，再耍废5分钟，然后这样子4个半小时，就是2小时之后，那就稍微休息一下。休息9点之后，应该就重新再转一次番茄钟。那但是每个25分钟要做哪些事情，这个倒是每天醒来的时候就可以想好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25分钟的时候，因为25分钟专注，大家大概都可以保持了。所以这25分钟的时候就不会觉得说要随时被手机打断。那我的同事也都知道，说我手机永远都是转成勿扰模式哦，永远都是静音，也不会震动。所以大家如果要找我，可以留言，可以就是在即时讯息。打字给我，但是呢，我就是要到5点钟的时候才会看，所以我现在都有一个很自发的这种时间感，就是每一次像现在应该已经接近这个30分了，就是每次在25分到30分的时候，我就会有这种讲话步调开始变慢一点点，就稍微换算一点点的状况。那但是实际到了30分的时候，我会集中一点点，因为我已经就是番茄钟这个做法已经做了超过10年了嘛。那所以因为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节奏感，所以就不会觉得说玩手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反正到5点钟就是25分钟过，不一定可以来玩手机嘛。那但是呢，玩手机的时候呢，因为自己知道说要玩5分钟，我休息好，那我就回去做事情。所以呢，反过来讲，我也不会去做事情的时候被什么突然震动啊，突然这个手机一叫啊，或怎么样子去干扰。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即时讯息啊变成是好像 email 一样，就是我可以看大家打字给我之后，我很完整的像 Slido 很完整的一个想法，我再回答，而不是一般用手机的话很容易即时讯息，别人输入一句他在想，但是就按了送出啊，然后你的就是在看那边输入中，然后你也很难再去做别的什么事情，然后就等于是注意力其实彼此都卡住了嘛。那因为每25分钟看一次的话，基本上当我看到的时候，其实他那个思路已经完成了，我就是回应他完整的思路状况，所以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用类似的方法去进行时间的管理。下一个自己当中。40位朋友想要问说，想请问老师，当初在跟我们差不多年纪，明明就有更好的机会跟教育可以留在德国读书，为什么想要回来台湾？一般人遇到这种可遇不可求的机会，都会把握住，为什么家长年纪便有如此？我当然不想一直改变台湾的教育体系，以及想要改变哪些部分哦？这严格来讲是3个，不过是连续的，我就已经回答了。我在11岁、12岁在德国的时候，其实在当时并没有觉得说很困难。但是当时为什么会台湾，是因为就是我首先已经心脏病，已经是中度缺损。那小时候记得我没有任何运动习惯，因为心跳加一快就会昏倒。那到了德国呢，这个踢足球之后就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然后一检查就发现说，原来就是过去做了心脑管，小时候那个心脏病的问题又复发了。所以我当时的感觉其实是说，我是要先回到从小就看我的那些小儿科医生啊、心脏科医师的诊治之下呢，还是说我要相信这个应该也是很专业啦，但是就是我就是觉得总是觉得我不是从小就认识嘛的一群医生里面，所以这个跟改革台湾教育啊，说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有关系的，就是当我回到台湾之后，我真的感觉到说，当时我12岁嘛，那我12岁6年级的那一些同学，比起我在德国，我在欧洲的5年级降低于4年级了，所以我的同学都是4年级。那所以理论上12岁应该比10岁要大2岁。但是我的感觉是说，因为我在小学4年级德国的那一群同学，比起我回来之后6年级的这群同学，他
要成熟很多，要成熟至少有六岁，啊，就感觉上啊，这些十岁的德国小孩都是小大人，但是这十三岁的台湾的这些小孩，感觉上都很多事情都还是说，他要问问他爸妈啊，他们要自己做决定啊，他们要自己就是不管做什么，都由他来承担全部的后果的那样子的感觉，负责任的那种感觉哦，所以那个是感触很深，因为我觉得说，这应该不是什么人种的问题，那这应该完全是教育的问题吧？因为在德国那时候的感觉就是，不管你小孩做什么决定，他今天要去选这个课，不选那个课，因为当时德国小学其实下午两点三点就放学了，其他都是选修或者是课外活动，或者是说他这个你要吃什么，不要吃什么，他要吃不要吃什么之类，全部的事情感觉上都是他好像是大人一样，他的父母只是尽到中等老师的义务，然后他如果就是没有做，或者自己有有新的想法，那你自己要负全部的责任。所以当时我的感觉比较是说，那如果我可以把这样子的感觉，就是任何人在小学的时候，在国中的时候，自己要学什么，要选怎么样子的方向，甚至他的一些选修等等，都可以带到台湾来的话，那应该就不会有那种好像到了可能十八九岁，感觉上还是小小孩的那种感觉。所以当时也不是说教育体制本身的改革，比较是想说，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些文化稍微带回来一点点？那当然，现在我刚刚讲到深圳国教的新的课纲，把很多的课程安排交到学校的手上，那特别是在高中引入了选修的制度，然后让每个学校的特色加深加广，更多的让同学决定，很多服装仪容啊，包含什么擦指甲油等等，算不算就是便服的一部分啊，什么之类的。那现在整个教育都就是开放大家来自己讨论嘛。那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就慢慢就比较像我小的时候在德国的那个情况，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些各方的工作，让我那时候想要达成的东西稍微达成一些了。但是对我来讲，我并不是说一回台湾就想要做教育工作，比较是想说透过一些传播啊，不管是我妈妈写的一些书啊，或者我之后在网络上的分享啊等等，把当时的一些想法带到台湾，让大家知道说还有这样子的不同的可能性，比较是这样子，不是说全面性的一定要把台湾变成怎么样，并没有那么多答案。好，那有四个朋友问说，哎，金老师，你对天才的定义是什么？所谓天才，是不是真的是99%的努力哦，再加上1%的天才哦？不是这1%里面，又是99%的努力，然后1%的天才，对不对？回归是第一。我想，天才他就是说，一个人天生他有一些才能，一个人他天生有一些他在用这个方式学习，感觉上学习就比较快的这样子的一些能力。那每个人都是各种不同方面的天才啊，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多元智能，有些人他比较喜欢用文字的方式来看，那有些朋友比较喜欢数字，用空间用结构用互动用艺术绘画肢体等等，每个人有不同的天才，所以我会觉得说，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学习的方式，但是在那个学习的方式上面，确实是99%还是靠自己不断投入心力下去，不断去努力，才能够透过那个学习方式跟其他人互动，这是绝对没有错的。那我觉得主要多元智能的想法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某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感觉上他比较不擅长的这种方式的话，那应该不是说强迫一只鱼去爬树哦，应该是说把那一个学习的环境透过一些比较个别化的方式，让他用他自己比较天才的那一部分去进行学习，而不是说要求大家好像全部都压在同一个跑道上面，或两个跑道这个文明组上面，然后硬要去分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那这个也是一个啊适性扬才啊最重要的设计理念之一啊，我想想。有43的朋友问说，91310这个题目问说，请问在未来的职场，如果要不被人工智慧取代，应该要具备什么能力？人工智慧现在能够自动化的，就是我们在脑里不假思索，不到一秒钟就可以判断出来的东西。好比像说，我们看像照片，然后辨认出里面有哪些字，那这个我们通常不假思索呢就可以讲出来。或者如果你的中文跟英文都很好的话，那你看到一段英文，你脑里会浮现翻译，同样也是不假思索就可以做出来。但是，好比像说，我们在跟人面对面相处的时候，你要去倾听一个人，
他跟你讲了很多话，然后呢，你要很准确的知道他内在的状态是什么，然后愿意去设身处地帮他着想，这个就没有办法不假思索做出来，这个必须要你投入相当多的心力，至少就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才能够大概知道说，哎，这个我之前没有见过的人，他内心的状态是什么。所以，只要是这种需要多一点时间跟人相处，或者是一个比较大的综合的判断，那像这些事情，只要不是不假思索的，你通常做这些事情越多，你越会掌握到怎么样去做这些综合性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就绝对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因为人工智能它目前的做法就是输入很简单，输出很简单，只差在品质跟速度的这样子的事情，它是可以在旁边很快就学会的。但是所有这种需要整合性，尤其需要尝试，就是不是 try and error 在那个意思啊，而是 common sense， 需要 common sense 的一些事情的话，那人工智能目前就是比较鹦鹉学舌的这个情况，但是很难说可以让它一下子就有 common sense， 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应该具备的能力，我觉得就是我们说自发活动嘛，就是透过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去跟其他人比较长时间的相处，你越跟人相处越能够达到更好，达到更好就不会被取代。那如果只是跟机器相处的话，那比较机械性的一些操作，到最后自己都变得很像工具人这样子的感觉，那那部分就很容易被取代，但不是这样子分呢，是很好分的。说关于上学的时间延后啊，有很多说法，我是不是支持这个调整啊？大家如果看就是《亲子天下》关于我的那本书的话，书到最后面一个小卡片啊，那个就是我的主张啊，一个小卡片说要睡满八小时啊，所以就是我的主张就是要睡满八小时。那你要延后上学时间，或者你要提早下课时间，或者是睡前不要滑手机，或者是随便怎么样，反正能够达到睡满八小时，我就支持那个主张。那如果没有办法达到睡满八小时，那不管是因为退化了、作息不足啊，或者是说就算上学时间延后，其实还是熬夜睡很慢、睡很晚啊等等，那这些当然就不一定能够那么好的达成这件事情。但是我还是觉得说，适度的调整上学时间，让愿意早一点来的可以早一点来，那不愿意早一点来的，他想不影响到课也不一定需要那么早来，这至少可以让部分人稍微睡得比较够一点。所以总的来讲，我觉得只要平均到大部分人都可以稍微再多睡一点到八小时分醒之前的这些调整，我觉得都是蛮好的。那等到大家都睡饱了，那再年后也许我就不那么支持了，大概是这样子，并不是盲目的去支持了。有30位朋友问说，7162这个问题说，请问老师，您的学生的时期啊，小学2年级被霸凌，到现在回顾，会觉得那时该怎么做比较好呢？或者是对被霸凌者有什么鼓励啊？对被霸凌者，最近才有几个那个中学生问我这个问题，他们在小学的时候也被霸凌啊，他们是日本的辅导是一个曾经发生过一次核灾的一个地方嘛，所以他们紧急撤离到附近的学校。那他们到那个学校，当然现在辅导大概都复原了，观光也复原，所以他们已经回去了。但是在撤离的那一段时间呢，他们就常常被霸凌，那就是说身上的辐射线什么之类的这种方式嘛，就是让他们不舒服的这样的方式去对待。那所以我对他们的说法大概就是两个，一个是说呢，那先喜欢自己。如果你不喜欢自己的话，说真的，那被霸凌就会特别痛苦。但是如果你喜欢自己，意思就是说，不管你经历了什么，这个就是这个社会没有其他人曾经经历过的这件事情。你因为这样子有了一个期待都没有，而且很多人会想要来了解或关心的这个角度，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分享出来，好像在当时新闻的 slide 上面把这个问题推到很高啊，或者是说他们事先有提问单的时候，很多人提出这个问题啊等等，那这样子的话，它变成一个社会事件，就变成是我跟日本的学生演讲这件事情，因为会上新闻嘛，新闻记者会去要求这个他们的学校啊，他们的教育部啊，他们教育局啊，不得不来回答。所以第二部分就是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就是不是只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说其实所有曾经碰到类似的事情
的人的事情。那这样的话，整个社会就可以指出说，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根本不应该这样子做。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不需要好像担负着要一个人去跟霸凌者去协商，跟这一种做法应该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就可以变成整个社会都知道存在这样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不应该的。那一旦指出来之后，你的工作就变得容易了，而且像你之后再遇到类似事情的人，他就比较不会被霸凌，霸凌者比较觉得这是一件不该做的事情，他也听到说这是一件不该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当时，我觉得我处理的方式很不错啊，我就是先退一步，在事情休学，然后呢，后来转学到附近另外一个学校。那在休学到转学的这一小段时间里面，我就看了很多这个儿童心理学啊的书籍。那在那些书籍里面了解到说，会霸凌我的这个班上一直考第二名的，把我赶走了，就考第一名的这位同学，他其实是因为自信建立在一个非常不稳固的基础上，就是相对名次的基础嘛。因为虽然我转走了，他考第一名，但是他成绩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进步的，他成绩本来是怎么样还是怎么样，那只是因为说可能他的家长有一些就是这种把小孩个体跟个体互相比较的这样子一种心态嘛，那这样子的压力好像转嫁到他的身上，所以他其实也是这个结构的这个问题嘛。我们要改变这个结构，我们就必须要强调素养教育、自发、适性啊才等等。所以其实可能也是一部分的原因，为什么后来国家会去改这个课纲，就是觉得说，那越多的不同的跑道，每个人可以转身就跑在赢在自己的轨道的起跑点上的话，那这样就越不会出现像以前那样硬要比第一名、第二名的时候出现了霸凌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觉得我当时确实是有达到我刚刚自己讲的两点嘛，一个是说退一步，觉得说这应该不是我的问题吧，那然后我自己去看书去了解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因此也比较喜欢自己。那第二个是说，稍微长大一点点，透过文章的发表啊，透过后来加入课发会啊，也有组织起来，让未来这样子的霸凌比较难以发生。那所以这两个也会是我给大家如果有碰到这个霸凌的话的建议啊。有四十位朋友想要问这个教师会理事长杨景明老师的这样子一个问题，说，他委员回到台湾推动私立小学的教育，有让教育有更大的弹性，但是此时私立国中却利用这个弹性大幅的考试招生，导致众多国小生从小学就开始补习考私中，违背当初的美意，能否请委员帮忙推动立法院院总第6963号委员提案第25674号哦，来取消掉这个私立国中的入学考试吗？不过我想先澄清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跟三校因为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我有参加过当年一次活动，那但是就是并没有跟三校有什么关联。那但是我们在台湾推动的其实一开始是所谓的实验教育三法，就是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私校，而是说在家自学、团体自学或者机构自学。私校它还有个结构，多少还是要管课纲嘛。我们当时的倡议是说，如果我们想要试一套新的课纲，想要不管本来的课纲的话，应该有一种合法的方式，那我们可以把学籍挂在我们学校里面，然后在外面去试一套全新的课纲。那这是当时的倡议了。那到后来我们进入课发会之后，是反过来从实验教育变教育实验嘛，去帮体制里面，特别是公立学校，想要去稍微修改一下，好比方说各方面说可以教哲学，但是如果一所学校就是想要教哲学，各方面说要教电竞，但是现在有些学校电竞转班嘛，等等的这些办学上的一些创意，那可以在校长同意、老师支持底下办起来，那这是教育实验。所以我这两方面的工作跟私校的关系其实是不大，所以我并不是很了解这个森林小学跟私校啊等等的这些建议哦。那不过当然，目前的这个倡议是去年年底嘛，刚刚提出来的哦，是以及等等的这些朋友，那主要的就是在讲说，私校应该要用线上登记、电脑抽签啊、电脑常态编班啊等等这样子的方式哦，那去让大家不要有那么多补习去考私中的这个压力。那很谢谢这个杨景明老师的提出，那我待会在高铁上面比较详细的看一下这个法案，
不过教宗委员会我通常是不会去备询嘛，所以我也不确定说这个我要具体上面要怎么样子帮忙，但是我一定会蛮详细的去看说这个提议。那如果刚刚看到说登记啊、抽签啊，如果电脑系统上面有一些需要我帮忙的部分，那这个我倒是教育部长也知道，所以是什么动资券啊，还是什么教育部的系统，这个如果有出一些问题的话，那我确实是可以来帮忙做系统程式的设计跟规划，这个部分倒是比较没问题啊。那有四十二个人问说，英通老师就觉得怎么样才是有效率的读书方式哦，以及如何有效的抓重点。我觉得我读书是分成小说跟非小说了，是完全不同的读的方法。非小说的话，我就是睡前然后快速的扫描过去，扫描完之后就去睡觉，睡饱了八小时醒来，然后就自动就冒出重点来。那这个读书的方法，通常这是可以练，主要的练习就是你在看的时候不要去打断作者。很多人在看书的时候，脑里会不断的去打断那个作者，会去评论他，会去自己提出一些不同的想法等等。那我因为是把视觉印象的搜集，然后跟重点的整理，分成两个不同的批次来做，后面这个提到梦里来做，然后醒来之后才开始形成自己的见解或创意或什么。所以对我来讲，我不会一两句话、一两个段落就去打断他，就去评论他。我会先想要了解作者很完整的概念之后，然后再去形成自己的看法或者做法。那如果你采取这种不下判断的这种感受的话，其实看书其实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比较困难的事情，真的就是说，你看一点点打断他一下，看一点点打断他一下，那这样的话，自然就比较不会去那个重点就比较难浮出来，比较是练成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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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可能都有做笔记，可能都有记下来。但这个作者他写这么长一本书，一定有些核心的感受，一些核心的概念。那这个就比较难去逼近他了。至少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效抓重点的前提就是不要去打断作者，那是我自己看书的方法。但是当然，如果我是看一首诗或诗集，或者是一个小说，那文学的创作，那我就在不断地跟作者对话，因为我如果快速地把它扫过去，那完全没有意义嘛。他是要enjoy 那个音律，他是在看的时候同时在脑里好像有音乐这样放起来，甚至我自己想到一些可以跟他押韵啊，可以跟他和声的啊，说不定还可以谱曲啊等等，我就会稍微停下来吧。把那些音乐的符号记下来等等，那就比较像跟作者一起创作的那个节奏。那你看我们在资讯上面，在想象的这个扫描上面是完全的不一样，这个比较像是想象的共创，那刚刚那些比较像是想象的扫描。那这两个我觉得在我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模态。我很少一本书会用这两种同时来看，通常我会先分类说这个是扫描进来，然后我理解，或者是说这个就是类似像剧本或者是音乐，我就是要跟他一起创造。那一开始会先做这种 fiction non-fiction 这样的一种判断。有四十二个人问说，8181五题问题，老师会生气，有时候我为了一件事情生气，但是我会把气发在不相关的人或者物上面，请问老师都是怎么解决自己的情绪的？我都是靠睡觉，我就是睡满了八小时，然后醒来就觉得好像都蛮好的，那什么不开心的。那但是我如果没有睡够的话，那情绪就会停留比较久一点，因为我等于好像如果只睡了五六个小时，而我昨天睡前有一些情绪的话，那我如果只睡了五六个小时醒来，其实那些情绪并没有完全消化掉，还有一些还在那边。那我在新的一天看到了很多事情，感觉上就会带着那个情绪，那个情绪就会不断过来，不断感染。所以我的做法就是说，如果我不醒，就是某一天只睡了六个小时，那我在那一天中午这个午休的时候，我一定会把那两个小时补上来，不管是6+2、6+1+1、6+0.5、0.5，随便吧。总之就是说，在那一天下午之前，我一定要凑到八小时。那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有一种好像情绪残留下来的感觉，然后情绪很容易的就可以消化掉，那也比较不会牵动到其他人身上。所以就是多休息，多休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有432个人问说，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科目跟不擅长的科目，但是会考要求我们每一科都做到完美，只要有一科读不起来，其他科就算读得再好也没有意义哦。有
例如像4A1C 哦，这种制度啊，是不是真的合适？这个问我其实问的并不是很恰当，因为我在自身里我没有念高中，所以就是跟我关系不是很大。但是我也想要另外想要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每一科做到完美，它也只不过就是说你从现在国中到高中的这一段过程里面，你的弱点可以变成好像你完全想要落到哪里就落到哪里。可能也只是这样而已。可是，因为人生是很长的嘛，那现在18岁就成年了嘛，那其实大部分有意义的决定嘛，都是18岁成年之后做的。因为现在在做的很多事情，是因为就是你的生活环境啊、家庭环境啊，因为毕竟还没有成年嘛，所以等于是说，他们的期待也好，或者他们协助你引导你做的一些事情也好，那很多并不一定完全是你自己的决定，因为成年之后你会碰到各种各样子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是你的父母也好、师长也好，他就是起一个建议的角色嘛，就是他会说，他的人生经验判断这个会怎么样，但到最后决定权还是在你身上。那但是现在呢，就是国中到高中的这一段时间，我觉得与其去想说一定要在这一步就到就是你的落点100%你可以控制。那不如去想说，在高中的时候，不管你最后是技术高中是你的兴趣，或者是普通高中或者综合高中等等，你在高中的时候还有可能接触到什么更多的可能性呢？这个是我一直觉得说，在成年之前，每个人如果接触到很多的不同的可能性，有看到各种不同的文化，或者是你本来习惯讲某种语言，但是能够体验到另外一种文化或另外一种语言的话，那就比较不会觉得说好像在本来的那个定义里面的完全完美到底有什么意义哦，可能会变成就是你长大之后回来看，可能会觉得说那就跟就是某一次饭考考了100分，或者某次小胖考了100分，或者某一次玩我们叫俄罗斯方块啊，把它全破等等，对，就说它当然也是很有意思嘛，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的 long run 就是长期来看，这个跟你成年之后的生活的关联不一定那么重，所以得失心比较很重要，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吧，我自己的经验一直都是这样。有33位朋友问说，在学生的时期啊，因为自幼而遭受欺负，那像您觉得你可以怎么做来帮助和你有一样遭遇的人？那刚才有讲一些比较基本的点嘛，一个是说，如果不是大家都放在同一条线上去比，而是每个人有自己想要学的、想要达成的，那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想要学的那个社群的话，但是同一个班上的人，其实就比较不会说，好像一个班一定要分出第一名是谁，第二名是谁，第三名是谁这样子的感觉。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比较不会因为自由而受到别人欺负，因为自由，那你就是有自己的方向，而他在他的那个多元智能的另外一个方向，是他是那个方向的自由啊。那我像刚刚讲的先天性心脏病，我就不会觉得说。这个我在这个体育场有什么自由呢？是我最不擅长的部分啊，等等。那每个人都欣赏，就是其他人更擅长的部分，那自然就比较不会有这种互相发展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把自由这个定义一定要扩大吧，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有35位朋友们，7107啊的这个问题问说，您自学的时候遇到最困难的题目是什么？我自学的时候，处理的大部分的题目都是没有办法在我有生之年解决的题目。举例来说，像人透过线上怎么样子完整的认识一个人、信任一个人。那这个很困难，我们面对面有很多，我们说见面三分情嘛，有很多我们叫做微表情 （micro expression） 或者是一些social norm， 就是社会的。但是在线上这些都没有嘛，在线上这个 slide 没有留言的时候，它一定是有更多的脉络。但是我看这些字，我很难完全脑补出相同的脉络，我只能靠就是大家的就是注意的状态来知道我有没有好像回答的时候把它的意思错解掉等等。所以它还是像我们现在即使是面对面，只是因为透过文字都已经是这样的，那何况是透过像视讯你只看到那个镜头看得到的部分，但是镜头以外的部分，或者是很多就是不是视觉或听觉的这些感受，好像也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分享等等。所以当然我的研究工作里面有很多协助这个的同事，好比像说两边都定一样的疫苗，
吃一样的东西，然后先这个分享双方对于相同的食物的感觉，这就是一招嘛。或者是说，哎，双方都先有一个比较 sublime 这个崇高的一种经验，然后比方都先戴上 VR 体验个5分钟，先跑去国际太空站一起看地球，或者先跑去什么瑞士马特洪峰、我们玉山啊，这个从山上这个看看这个云层等等，哎，先都有种在彼此旁边的相同的共同的高峰经验，哎，然后才会安排，哎，确实这样子人人之间也比较容易达成彼此的信任。但这些都是只是接近的方式，还并不是说真的好像就线上这个面对面一样。所以我也不觉得说哈，在我有生之年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解决这个问题，它也是要靠很多后面的，像我们现在5G嘛，未来6G，哎，6G 就可以说我现在在演讲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位讲者，他人在别的地方，但是他就可以脱离出来，然后有一种把我们共同在场的感觉，6G 可以达到这件事情。但达到这件事情之后，他同意出来，同样他就是只有视觉跟听觉讯号，别的讯号，好比像说现在的天气怎么样啊，或者是说会场面风的这种感觉啊、触觉啊等等，哎，这个到底要怎么传递到呢？这里还是没有解决的问题等等，所以这些是没有解决的一天了，啊。那这些是每一个都是，你要说困难，但是你想要短时间克服它，它才是困难。你如果不是想要短时间克服它，就是说我们这一代就克服到一个程度吧，剩下交给下一代吧。那这样的话，其实反而这种困难也好、挫折也好，是源源不绝的乐趣的来源嘛。因为你每天醒来又可以再做一点点，再做一点点，好像永远没有一个破关的仪式，好吗？有42人问8181这个问题，老师觉得老师和同学哦最好的相处的模式是什么？我觉得最好的相处模式就是老师让同学感觉到说，老师只是先学了某些事情，但是还是大家的同学。那同样道理，同学如果有什么可以分享给老师的，那你先来嘛，那你也是老师。也就是说，我觉得老师和同学最好相处模式就是双方老师跟同学这两个角色，慢慢的好像没有一定谁是老师谁是同学，可能都是共同创造的两个人的这种感觉。那我自己在大学旁听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是带着刚刚讲到一些研究的问题去找大学里面的教授，所以对他来讲我也是一个研究者，只是我年轻比较多，那他比较先进入这个学门，但是我们想要探索的那个，其实对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就是探索到了，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两个就是互相合作的关系，而不是说好像他什么都懂，我什么都不懂，他要教我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共同创造，那我觉得是让双方的学习都会变得比较顺利，就是 facilitate the learning。对我来讲，所谓的教育其实就是让彼此的学习变得比较顺利啊，只是这样子而已。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回到人跟人的关系，就不一定是说老师跟同学的关系了。有个很实际的问题，41人们问说，这个是最后一个问题了。现在我念英资班，老师常要我们考试考单字，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没有时间，或者是根本没有兴趣哦，导致只是在考试之前短期记忆哦，背完就忘，已经渐渐对英文没有兴趣了。想请问老师如何对于一个科目保持热忱，又该如何记忆啊？那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我有热忱的是魔法风云会啊。那我有热忱的并不是英语，英语或英文只是我去玩魔法风云会必要的那个工具而已。那所以现在其实主流的就是双语教育也都是这样子嘛，就是说它是作为第二语言，但是它并不是作为外国语言，它作为第二语言也是为了用这个语言去掌握什么别的用这个语言的社群的能力，而不是把这个语言本身当作一个科目。所以在魔法风云会的时候，它考的是我这副牌组不组得出来嘛，我们去比赛的时候到底就是能不能够这个把我们当初组牌那个想法实践出来。它绝对不是说你这个字发音标不标准啊，或者是说你的这句话文法对不对啊，到最后牌组得出来，然后我们团队比赛可以取得好成绩啊，那个才是真的重要的事情。所以我的具体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对英文有点有兴趣的话，找一个什么别的有兴趣的老师，那就不要管你的英文成绩了啊。但是把你有兴趣的那个东西用英文去学，那这样的话，你对那个东西的兴趣就会把你对英文兴趣重新
带回来。那但是如果你把他们本身当作一个目的的话，我也觉得是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情，非常无趣的事情。所以就是书到用时这个词便找了，就是说你需要的时候，你需要这个词汇，自然会找到那个词汇嘛。如果未来学程式语言也是一样的，先找到你的生活里面想要程式帮你自动做的事情，那就学刚刚好足够多的程式，就是把那件事情做完就可以了，不是说好像把背单词啊、背文法一样去学程式设计，这个在第二语言跟程式语言是相同的。好，谢谢大家两位的问题，我们今天就先回答到这边，我的学谈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好，那我们大家再来分享分享，谢谢。好，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我们的同学啊，希望各位同学听完之后，我们需要好好想一想。好，那有这么这个不同的观点提供给你参考参考，然后回去想一想，那你要怎么样好建立自己的想法？那我们现在请校长啊，我们来感谢校长。好，那我们再掌声，谢谢两位。好，那如果。